自信美丽穿吧，做自己胜算最大，爱情是保持年轻的独家魔法。我好心跟你做朋友，你干嘛骂人啊？我不需要你的同情。我没有同情你啊。你说你好心要跟我做朋友，这不是同情，这是什么？我是知道没有朋友的可怕。没有朋友一点都不可怕，我一个人还是可以活得好好的。什么友情，什么道义，全部都假的。来这里就是要喝酒，点什么牛奶啊？笨蛋！你说谁没气质？大！大！哦！谢谢宝珠姐夸奖。我没有夸奖你。谢谢宝珠姐不夸奖。我跟你说那么多干嘛？反正现在不用再做报告了，我们只是同班同学。是不讲话的同班同学。是不讲话也不一起吃饭的同班同学。是不讲话也不一起吃饭也不一起坐公车的同班同学。是不讲话也不一起吃饭也不一起坐公车也不一起跳舞的同班同学。是不讲话也不一起吃饭也不一起坐公车也不一起跳舞也不一起，反正什么事都不能一起做的同班同学。哼！我们只是同班同学而已。是不讲话的同班同学。是不讲话也不一起吃饭的同班同学。是不讲话不一起吃饭的同班同学。不讲话不一起吃饭也不一起坐公车的同班同学。是不讲话也不一起吃饭也不一起坐公车也不一起跳舞的同班同学。是不讲话也不一起吃饭也不一起坐公车也不一起跳舞的同班同学。也不一起吃饭也不一起也不一起也不一起。我跳一次给你。下对面。五来五四前来二。眼镜帮他找一下。第一次跳湖水，我刚好紧张，因为湖水感觉深不可测，而且石头很多。刚踏进去，其实踏到很多石头。好紧啊！好紧啊！好紧啊！吓死人了！对啊。我真的好冷啊！他眼睛睁不开了。来来来，我跟着先擦一下。你闭嘴。来，急了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我。闭嘴。等一下，我做什么？对不起，杀死我。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约会，只要你喜欢，以后你要买什么，我随时随地都可以送给你。而且打劫了，打劫了！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约会，所以我准备一条路。一定很贵。还好，八百块。只要你喜欢，以后你要买什么，
space to me. I'm sorry.打劫啊！你一定是一天到晚喝醉了，跑去敲女生房门的人吧？你才是，喝醉酒了，有人开了门，啊，是不是？小姐，你想想看好不好？我有你房间的钥匙吗？如果你不开门，我怎么进得去啊？如果你不敲门，我怎么可能让你进来？我敲门，你可以不让我进去啊！我喝醉啦！好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喝醉了，有人敲你门，你就可以随便让别人进去吗？你不怕别人对你怎么样吗？走音，对不对？讲到走音，你根本就是故意进我房间。小姐，你想想看好不好？我有你房间的钥匙吗？如果不敲门，你怎么进得去啊？要不是因为你啊？哦，你刚刚在说什么？我刚才我吃饭了，来，大家吃饭。我好饿，你痛饿了？我又没毛病啊。I'm sorry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饿。啊，还好吧？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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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。